就是一直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情况就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我觉得对。所以我觉得实体的帮助真的很大，那真的是第二次认为有这个，就是做有信心的榜样的话，那这真的是真的是很大的帮助。因为我看好像就是从那边去，好像没有，就是好像大家走了，然后就说，可是有些人看起来没有很干，就这样观察。那就过关了，感谢主，没关系，你还在，还现在这个带起来，所以我觉得小孩真的是非常容易疗愈，那也希望弟兄们能够，尽量能够在歌曲里面把你们的那一份拿出来，我觉得弟兄们里面每一个人那一份都在一起，谢谢三位同车的交通，阿门，我们的小区，阿门。Amen.